久坐会不会造成关节炎？现在很乱呢，就因为他们两个讲的都这么有道理。呼吸困难不是肠胃炎引起的，是红淋引起的。两边排便一次就是便秘。我是久久一次才便秘。胡言乱语。不应该只是血管阻塞会水肿。小毛病大问题九，每逢星期六傍晚6点，八度空间听医生的话，播出。